今日《毒海浮沉》要同大家讲嘅系磁能线，嗱唔好乱咁读啊，系磁石个磁，能量个能同埋电线个线。咁大家咧都应该唔系第一次听磁能线呢样嘢噶啦，对上嗰次咧就应该系有个众筹，然之后走数就擦出国际啦，搞到我哋香港个品牌就减咗分咁样样。咁今次点解我够胆讲咧？嗱，我今次讲嘅一样都系众筹。一樣都是磁能線，為什麼這麼有信心呢？就是因為我已經有那條 demo 在手了。為什麼會有張紙呢？就是因為它不同配搭的頭就用來插不同的東西，其中一個最大賣點就可以插上 Switch 和插上 MacBook 啦，普通 iPhone、Type-C、MicroUSB 那些已經齊了。咁我示範一次俾你啦。你點解呢度一抽嘢咧？就係因為佢係磁能啊嘛。咁佢會咁樣黐埋咯，黐埋都好，易啲揾。好，等我示範下點樣攝俾大家睇先。我攞翻佢一個叫做 PD 頭 ，PD 頭咧睇落去咧係同 Type C 係一樣樣嘅。咁但係咧係專門用嚟插呢個 Switch 同埋 MacBook 用嘅。睇住，係啦，咁樣一攝咧就攝咗入去。咁另外嗰邊都係嘅，另外嗰邊你睇下咧，普通嚟講咧就可以就咁插呢個叫做 USB 頭啦，咁嚟就咁當普通插電線用啦。咁但係如果當你係要插 Switch 或者 MacBook 嘅時候咧，就兩邊都要係 PD 頭啦，咁就可以咁樣換頭啦。咁即是話咧，你有一條主線，跟住一扎頭咧，你就等於有好多條線啦。咁其中一樣嘢咧，仲幾得意嘅就係佢有眼燈。咁但係嗰眼燈咧，我就未必會有用，因為我覺得以 iPhone 其實嗰盞燈咧都已經係幾光噶啦。你話喂，我用唔著喎，咁點喎？咁你可以唔買曬咁多個頭嘅。咁佢究竟裡面有啲咩咧？我哋睇下裡面嘅 package。大家入到條 link 入面咧，其實咧就會見到有好多 package 嘅。咁第一個 package 咧就係你乜都唔要，齋俾錢去 support 佢呢個 product。咁我係冇咁闊綽嘅。跟住下面就是一個103 package 啦，得兩個頭咁樣樣嘅，咁兩個頭咁你插咗落嚟咪即係都係得一條線，咁我不如走出去買一條線算數啦。咁所以咧就應該咧就留意一下下面，開始有啲133啊、173啊、180啊、230啊，咁我發差唔多去到最尾咧就是一個390同埋300嘅 package。咁我睇曬之後咧諗過度過咧，我就決定去支持一下用呢個300蚊嗰個 package 嘅。按下去，跟住咧就會俾300蚊，咁跟住咧之後咧，等下咧就可以收到呢一條線加埋我需要嘅頭啦。咁你入去見到，喂 ，X Power， 你已經係個牌子有頭有面，使乜搞眾籌啊？你係咪博宣傳啊？我覺得博宣傳有咩問題？最緊要你唔好走數啫。咁今次佢咁有誠意，做一條 demo send 埋俾我，咁我想試一下，因為之前咧即係嗰啲負面新聞，嗱，可能 Kickstarter 已經有好多香港嘅東西已經搞掂。咁但係你知道好事就不出門啊嘛，賊事就傳千里啊嘛，咁就搞到我咧，因為嗰啲走數事件咧，搞到我就冇乜信心，咁我就係未試過玩 Kickstarter。咁但係既然我都話啦，今次佢咁有誠意，已經有埋條線 send 過嚟，咁我又想支持一下，最好佢又搞掂曬全件事，跟住每人派翻條線，話翻俾全世界聽啦，我哋香港咧係做到呢條線嘅。咁所以如果大家嚇覺得，我頭先講嘅呢條線係得意，又想試下玩呢個 Kickstarter 咧，不妨就上去嚇，多多少少都好，咁支持翻一個香港牌子嘅產品嚇，為香港嘅招牌加翻一分。